大家好，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。T P M 李俊昊刚在澳门举办见面会，为了给忠粉一个惊喜，李俊昊私下还特意学习了中文歌曲。在见面会上，李俊昊就竟然唱起了徐良的《坏女孩》，复杂快速的歌词也是稳稳拿捏，中文水平确实很棒。此事传出后，围观的网友都觉得很有趣。这前奏一响，有种跨次元的联动感，甚至有网友形容这是有种钢铁侠友情出演《西游记》的美感。 演员李俊昊和金惠俊将成为新一对荧幕情侣。据韩媒报道称，独家金惠俊确认出演 Netflix 新剧《c a s u a r 已经投入准备阶段。而金惠俊所属经纪公司回应，确有接到演出提案，正在积极商讨中。早在七月时，就有媒体报道人气男星李俊昊将主演《c a s u a r 的消息。虽然经纪公司也称目前正在协商讨论中，但消息曝光后立即引起大量网友留言表示期待。 记得二零二一年，歌手兼演员的艺人李俊昊凭借退伍之后的首部作品《一秀红香编获得了非常好的评价。演技精湛的他，演技生涯也越来越顺利大发。电视剧《一秀红香编播出之后，李俊昊的台词发音以及演技获得好评。该剧最终收视率最高达到百分之十七点四，可见受欢迎程度，人气和口碑双丰收。而李俊昊的成熟演技也让很多人看在眼里，尤其是制作方。 据悉，业内市场现在为了抓住李俊昊，部分韩剧和韩国电影纷纷向他递出了很多剧本邀约，特别是部分三大台电视剧、有线台电视剧以及中篇电视台以及 OTT 流媒体平台等等邀约都不断。其实，在这部剧热播中间的时候，他也收到了很多出演邀请，部分作品已经因为不太符合婉拒了。 知情人士表示，李俊昊原本演技就很好，一直都是作为主演级别的演员被选角。这次他通过《一秀红香》边的成功，已经完美的到达 A 级明星级别。举个最近的例子，就是通过《山茶花》开始成功的江河娜。江河娜这部剧结束后，很多业内人士都想去邀请他出演，因此李俊浩现在的这个整体邀约氛围和江河娜的情况类似。 在《一秀红相片结束之后，李俊华的身价也涨了很多。虽然不能公开具体的数字，但是大概能拿到基本片酬一亿以上。另外，除作品外，还有很多广告、画报、品牌活动邀请也是纷纷走向李俊浩。不过，据李俊浩的经纪公司表示，目前李俊浩不会马上回归荧幕，他将会准备粉丝见面会之后再确定回归的作品。 俊浩的家庭氛围很好，父母和姐姐非常疼爱俊浩。俊浩在采访中说过，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姐姐给他跑腿费。因为李俊浩在日本发展的成功，被称为日本小皇帝，所以俊浩姐姐被粉丝称为“皇姐”。皇姐在节目组透露，俊浩是在家里无论多忙，都会称赞爸爸帅气、妈妈漂亮的温柔的弟弟，会给外甥买第一辆自行车的仪式感，不停对外甥说“三寸爱你”。俊浩的家人也非常支持他的事业。 在 g y p 做练习生时，公司不打算让俊浩出道。俊浩母亲给朴正英打电话，让公司多给俊浩一次机会。知道妈妈不顾及颜面去帮助儿子完成梦想，俊浩就发愤图强，获得出道机会。g y p 才没有错过后来的白翔师弟。日本纪录片中，俊浩妈妈出镜。俊浩妈妈说话也是温柔爱撒娇，看得出爱撒娇的俊浩是随妈妈了。在这样有爱的家庭长大下。 李俊昊的事业一直平平稳稳上升，成为现在的 K-pop 史上唯一的影帝。父亲稳重，母亲温柔，爱撒娇，姐姐宠爱弟弟，从小被宠爱的孩子真的是很幸福。所以在俊浩出演的角色中，可以看到每一个角色都充满气场和立体。汉影二十岁,岁导演曾经夸李俊昊有一张让女生产生母爱的脸。良好的家庭环境让李俊昊无论何时都可以演出既有担当又有少年感。 李俊浩就是唯一一个从爱豆越级成为实力派影帝，百想大赏创办百年里第一个爱豆出生的师弟。韩国成为爱豆很难，有爱豆成为影帝是百年鲤鱼跳龙门第一人。这要从韩国练习生文化说起。这个曾经被神话，后来被妖魔化的群体，像机器零件一样粗暴利用。李俊浩是 g 外批选秀冠军，六千五百比一成为练习生。 李俊浩在节目里分享过练习生生活，和其他练习生一样，没日没夜练习舞蹈、唱歌，吃饭要到嘴出血也不止。紧张崩溃的打分淘汰，像被关在监狱一样。这不仅地位低，收入低，未来发展也很难突破极限。二零零八年一组和 t o PM 出道，当时他因与 Rain 外貌相似，获得了“小 Rain” 的称号。初出道的 t o PM 独树一帜的野兽偶像风格，出道同年便获得音乐大奖，出道即火。 但是在当时，Two PM 团员介绍，即使组合最火的时候，也赚的钱也依然买不起房子。真正改变收入的是日本 solo 的大火，不仅解决了 JYP 公司的经济危机，也成为了韩国收入首屈一指的 idol。李俊浩，日本的火了和韩国火了，就是靠自己的真正实力，创作、杂技、唱跳、演技无短板。二零二二年 solo 粉丝见面会，日本武道馆举办，总动员五万人。 才华本来是个性化的、不可复制的。当人设的步子迈得太大，表面平衡的人物面貌就容易被撕扯。人设赋予明星强大的外在引力的同时，也赋予了他们被反噬的高风险。爱豆高曝光意味着，除非你的才华贡献货真价实力，即使有实力，从业者数以万计的娱乐圈是个讲观众缘的存在。再好的资源，再好的实力，火的概率依然很低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小火靠捧，大火靠命”。 李俊昊的观众缘也体现在演绎上。二零二年，李俊昊首次挑战大银幕，搭档薛景球郑宇盛、韩孝周等实力派演员演出间谍任务，最终取得五百五十万人入场观看，并获邀参加多伦多国际电影节。二零一五年，李俊昊搭档金裕彬及江河娜转喜剧片《二十行不行》，首次转电影。 得一百一十万人次观看记录，成为该州票房冠军。之后更在南美洲二十五个电影院上映，同时也在亚洲各国上映，包括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及越南。随后参加电影《侠女道之记忆》。二零一六年，李俊昊通过 TVN 电视剧《记忆》进入电视剧板块。很快，他便意识到了他的人生作品不再是偶像，而是作为演员。李俊昊被观众们记住的作品就是电视剧《金科长》。 加上同时段，是由林爱回归作品《师任堂》，全智贤、李敏镐《蓝色大海的传说》。金科长是李俊昊第一次获得2017年 KBS 中篇电视剧部门男子优秀演技奖最佳情侣奖。2018年 SBS《油腻的 Melon》与张赫成为双男主之后，李俊昊片约不断，主演了电视剧《只是相爱的关系》，还有《自白》中的律师角色崔道贤。 二零二一年，李俊昊退伍后出演宫廷剧《一袖红镶边，同时蝉联韩国电视剧话题排行榜连续八周冠军。这部电视剧更是李俊昊一举拿下的白象视帝。李俊昊不仅仅展现更出色的演技，更多的是让人看见他的成长和内敛。和实力派前辈的合作也是相当完美。李俊昊能把不同角色顺利的消化，因此剧集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演员生涯九年，爱豆组合出道，却始终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以爱豆成员身份自我介绍。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，德在以前，法在人前。在大火之后，依然不忘记爱豆初心。李俊昊的自我管理、职业素养，抓住了爱豆 TOPM 粉丝的心，赢得了一众电视剧观众的新粉丝。李俊昊并不是天生的易瘦体质，为了保持身材，一整年都吃鸡胸肉和红薯，自控能力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 成功瘦身十六公斤，只为了作品里面一个露腹肌的镜头。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健身，控制日常饮食。粉丝们在晒出诱人的美食时，李俊浩就表示，这些都是高油高脂肪的东西，起码要做十个小时的有氧运动才能消耗点儿。直接劝自己的粉丝们去做运动。那么年轻，不仅能管理好自己的身材，还不耽误演技输出。这样的艺人怎么可能不受欢迎？又怎么可能不火？小火靠捧。 大火靠命，娱乐圈这句充满玄学味道的话，解释不清所有人爆火的原因。外貌、天赋、能力、机遇、人脉、大制作等，都是李俊昊成为第一个爱豆出身的影帝的要素。